这个，然后我是要犯罪是吧？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额头就好了，好吧？额头，额头好。来，加油！嗨，那我们玩什么呢？这是我人生听过最彩带上面的了，彩带好不好？彩带，等等，我们先了。彩带呀，彩带呀，彩带呀，彩带。这么近，哇，妹妹好厉害哦！帮妹妹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要哪一个？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我们这边输一挂。大冒险。你要选一个。那哪个比较好？那这个。啊？这个呢？帮我拿一下。来，我帮你看。好。什么？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跟谁？在哪里？发誓，如果讲谎话的话，我要去谎话。你要跟他讲，发誓，不讲你不敢发誓的。发誓，如果说谎的话，从这边感情的神秘三角地带这边长一大片湿疹到这里。好吧，这边大腿该逼这边都会长湿疹。什么意思？星星。一零，不要呢。那发誓啊！发誓啊！发誓，如果像马倩，说谎的话，我胯下长湿疹，长了一大片，长湿疹真的，一块的吧。我们再慢慢讲，不能含糊的。我像马倩，说谎的话，我胯下长湿疹，我胯上长湿疹，一大片，很臭，然后会流脓，会痒，好，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今年的昨天吧。今年的七月还是忘记了，七月还是六月？七月吗？我去菲律宾是七月吗？菲律宾，我去菲律宾拍婚纱的衣服，婚纱的照片的时候，我跟一起，我公司男生一人一起去，然后我是新娘，他是新郎啊，然后那个要做很新婚的 mood， 就很像结婚的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亲好几次，这是骗人的吧？工作除外，私底下，有没有？忘记了。跟那个干嘛？跟那个好热。杀！长湿疹了，对，那个痒哦，痒的流脓。流脓日文怎么讲？跟工作人啊，大冒险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信不信？不信。为什么？这种感情的列车啊，大家都开过。好不好？恶心饮料一杯。这是什么？苦茶吗？酱油苦茶。
酱油，酱油苦茶，苦茶的。嗯，醤油的，对，我加。十五块。茶。来了，那交换，你要讲那个还是要喝这个？那个，要说那个。要说那个吗？要说那个。讲一讲。阿哥，我好醉。绝对是要讲。我要喝这个。你要喝这个？保命到家。不要说。绝对不说，好，那就喝了，不然长湿疹了。干杯！一口气喝掉。干杯！干杯！台湾就一起干杯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我好饿。我想吐耶。哎。你喝，你喝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刚刚谁跟他玩了？你跟他玩。以你台湾人就是人情味啊，你要帮他喝，至少喝一点了，好不好？来来。你们当然是要啊。你的学生你要帮忙喝。啊？怎么扯到我身上？夏静明。好，我帮他喝一点点了。仪式我尊重，好不好？你真是爱逞英雄，你看苦到自己了吧？好了，今天两位老师呢，带给我们相当多精彩的日本的一些妹妹啊，怎么在 KTV 玩啊，甚至是一些交朋友的状况。今天谢谢两位啦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最后还是要选出我们的 MVP 啦，来，助教，这个礼物是布兰妮的香水系列。啊，想不想得到？那只能选出一位啦。MVP， 你们讨论一下，想要选谁 ？OK， 好了，我的 MVP 的是那个小仙。小蛮啊。小蛮。小蛮，恭喜他！上嘴唇，谢谢。勇敢就是把那个那个阿哥那箱那个饮料，那最后啦，两位老师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，跟台湾的一些朋友讲。台湾的朋友们，谢谢支持我，我更努力在台湾要发财，所以以后也支持我，谢谢。太爽了。好像还要再录一集的感觉。你的 ending 呢？我来台湾已经五年了，是哪一？是已经五年了。就是我来这边五年，我有感受到很多人的支持，真的是很谢谢大家。因为没有这个支持的话，今天我爱莎也不可能会在这里，所以我很感谢台湾的朋友们，我以后也会加油的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两位老师啦，也谢谢助教。同学们，我们下课了。